Oh man， 虽然我不仅仅只是 idol， 但是我喜欢 idol 这个标签，因为 idol 是正能量。idol 是能够用你的善良，用你的努力去影响你身边的人。可能人们看到我觉得是一个突然间蹦出来的一个人，他到底经历了什么？他凭什么拥有他现在的这些人气也好，喜欢他的人也好。也许你只是看到了他光鲜亮丽的外表，也许你批判他的妆容，也许你不喜欢他的风格。 idol 之所以成为了 idol， 是因为他们很努力。只有你自己知道，这些年你在练习室自己一个人练习过多少次也好，没有掌声没有鲜花的时候，只有你自己知道你是怎么坚持下来的。可能你没有办法让所有人都认可你，也许你要等待很久你才能迎来你想要的东西，但是 It's okay， 就是 Be patient， I play long game。